爱相信佛为大医王，唯有佛的教法呢，会当通来拯救天下万物啊！必定爱时时念佛吼，佛呢会当通来了治众生的心病、心病、大地诸病相，唯有呢佛大医王啊！第二呢，念法为救病药，是吗？咱也会当通依照佛陀的教法啦，会当通接受啦，咱才有救啦。咱也是讲哦，敢那听啦，无想要家用啦，安尼呢，就亲像有病看医生呢，唔肯食药啊，同款。咱的病呢，绝对是愈来愈重啊！这天地万物都病啦，所以咱爱念法为救病药。第三呢，爱念经为看病药，经就是传佛教法的人，所以啊。正确啊，就是讲，咱修行者，咱爱有使命感嘛，任重道远呐。咱呢，就是爱传佛的教法嘛。他亲像医生，需要有护士看护这些病人，有医生嘛，爱有实习医生啊。所以呢。不管是实习医生啦，或者是看护的护理啦，真呢，拢是伫咧照顾病人。实事呢，实习医生那无好好用心嘛，对病下药给病人嘛，或者是呢药啊摕唔到去啦，或者是呢。吃药了后，无好好个照顾啦，那安尼呢？病人要好起来也真难。所以咱众生啊，就是爱念经为看病之药。所以啊，咱家己更爱提起了有祖庙呢，伫咧疼惜幼稚同款这种的爱心，所以呢，以慈修心啊，咱必定爱用慈悲的心啊，来照顾天地万物众生。大家人，起码现在拢是。病嘛，所以咱爱修呢，涅槃殊胜啊！涅槃殊胜就是常乐无情吼，那再当继续不自在，这呢，这都是咱现在爱修的。当然不自在也个有吼，这明仔载再甲大家人来解释各位上。将心性啊，吼，所以啊，以慈修心啊，显心得相啊，力度众生，这是现在咱的责任嘛。咱无法度到幸福的境界，上无呢，咱嘛会当做看病治病啊。所以任重道远啊，人人呢爱。多用心啊！